香港精英攀石运动员亚洲冠军，全世界排名第八，系一宗交通意外令佢嘅脊髓受伤，半身不遂，终身残废。你上去为咗咩啊？我去爬山噶，我要爬上去。如果唔系坐喺度做乜啊？几大位先生？请问喺呢一场交通意外之后，失去咗啲咩？成七米高嘅攀石墙都爬唔到啊！五百几米，你点搞啊？狮子山系点啊？唔通成世坐喺度就会有奇迹啊？而家呢句，狮子山又点啊？唔通成世坐喺度有奇迹啊？爆佢噶你系！狮子山又点啊？唔通成世坐喺度就会有奇迹啊？谁也冇猜想到有这一日，这败战的红丝。风光狮子敲一下真山河，像稳坐这宝座，绝不以和。胡不归，唏嘘多，欢笑也中和，内伤也更多，这生自虚脱正我。海角到天边太偏远，往日理想今天都抵押原地战，难平那崎岖，走兽如在大运前，自被判死，再没法起。你以前做运动员都搵唔到食，咁点啊？搵唔到食，笑。唔好意思。每一个人都有 body forms， designer 嘅责任就系 problem solving， 系改变人哋对你嘅睇法。Any questions？总之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早已习惯每天低头，你都已咽喉，一世的伤口怎知道没法要求，始终要放手。 No， 我想过面对急流，最终的漂流被时代冲走，只不过留在我心锁中一个，还是要走，走得不能地板啊，前世够啦够啦，你唔好再讲啊！我唔系生命斗士 ，OK？ 前世欠咗你，唔埋个碌，唔埋个碌。我认啊，我系伤残人士啊！Sorry， 我梦见雪浪曾好几晚，奇幻到。遇见苦和红，一起交锋于不可老，眼空黯然后被杀，又被狠狠剥削，一生剥削太坎坷。猫亦不抽也不睬我，然后有断恶的狂牛哭喷于鲜血躺卧，我站起高叫，然后掠过，然后天都光了，一刻成了仿似本身蹉跎。性格要改变，要改变，往日理想今天总要一战难幸免，无谁那身躯总要悬崖上拔剑，发力去敲我未怕死，早已受够每天低头，你都于咽喉，不理这伤口，怎知道我的要求，我不要送过面对急流，几多的激流，不怕会冲走，不枉过留在我心锁中一个，还是要走，走得不扭，不扭只因开了口，发力愤怒咆哮，因我没有死，今天我一脸怒火，越来越多险要全弱过，今天我不枉这生，胜